20%的电。刚刚那个电脑只能关机了。Thank you.
cause， 反正衣服全部湿完了。他们男生那两层衣服都湿了，里面和外面那个披着那个外套也湿了。上条线不用。歌前面不好听，后面16分钟之后就好听了，马上就好听了。啊，并且这个节奏还比较快，后面应该最后一首还是和老布的那个《高原故乡》，那新的歌。马上开始了，马上开始了。唱到这里开始，当马上。40多度，这时候地表温度47、48度，成都本来成都的夏天今天早上起来都36、37度左右，那中午的话应该在10点、11点，也是41度左右吧。全程都没这么热，就是有些那个大坝的问题，那水汽排不出去，改变了地质条件，地质环境改变了，是连续的极端的气温，但是我就喜欢这种，越热对我们越好，因为我还有几次上百套房子没卖出去。
没有几十套，几十套没有上百套，慢慢卖嘛。我们现在出租，一年一年租不卖，人也在酒区里面，所以说热的话对我们有好处啊，全部跑到酒区里面去了。那一年也是。这就来不起了，后面都。湿透了，全是湿透了。这个颜色更明显一点点，它还是活动量不大的那种。好热呀！那些我看他们都不在了嘞。徒弟背心根本就不行，我不累不累，一点不累。我的设备应该在七八斤左右，但是我穿的背心很省力的那个，感觉就像拿了几一二辆的几辆重的那种，很轻便的，说下去吧。还有两首歌曲可以，这个也挺好。
这是哪个走走马的走吗？我要去问一下他。这个新加入的，然后他给那边下马达，我是说没反应过来。Thank you.
吧，你太来得晚了。啊？今天到福州。今天去了，他知道了，9:30。三十了，上一个就可以。Maybe you lost those, lost this one. And the one music. Too hot. Champion level 26 race.啊，十七号去车交要都堵到后面去了。他们缠那个海达，缠的更热，热一些，不会在脖子上还好一点。中巴罗布的那个高原步行也上了26秒，三分钟左右，三分半。哦，不是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罗布，是那个罗布过中吗？罗布。啊？我去没来？去。等着。这意思的又过来了。9:30，刚刚9:30嘛，现在10:00，你看没退的时间。怎么了？哦，9:35，周末嘛，周末的话，对他们说热可不热？啊，我的血啊！王青没来，这个王青。对。
的。小狮子，好热，你看那边的物资水好多好多。怎么样？这是一个变化呀。来一个嘛。为什么这么受到爱戴的原因啊？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带出来。谢谢。爸，你是哪里出去的？都是你。你没有看过那个他们整个应该去，还是旁边，在旁边隔壁商场。越往那去。对，主要是它场地限制了啊，也不是说别的。哇，全是汗！哇，全是汗！弟弟，对，我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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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谁的衣服？哎，凳子的，凳子。这边放吧。这边放的。这是你的吗？对对对。我是我的粉丝。凳子。全是湿了，喂！是不是？全是汗水，全是汗水。大家帮忙，看到全是汗水。对，没办法，反正这边，那个的包包，这个包包没了。你包太多了，小包包。现在不知道了。他们这边走的时候干干净净的，对面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，走的时候干干净净的。关注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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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注啊
过去了，这边到商场那边，到商场那边，这边到电脑馆了，电脑去了，电脑。等一下，我给他照一下吧。这边我说，口袋呢？好，来了一个。今天买的，今天买的，今天买的。来了一个。哎，我口袋呢？不要衣服呢，手机呢，我的。今天才是，前两天，今天才21度，下午的时候，这里是，是很热。但是，他就要唱歌，没有，他就休息一天，明天再过来。对，可以。小胡也没来，还有好多没来哟。那个包包是谁的？哦，他的应该也是。哦，这是你哪个的？不知道。他拿的，真的。他拿的。就是放音响旁边的那个小包包。包包是谁的？家什么的？啊？谁写的？写的书画。哦，他写的，以前他送了另外的，写了好多，这个更厉害厉害。以前送了另外的书包，哎，不是，他要这个光要对到你们才行。来，扎西，好，你们两个离近一点，离近一点，哎，对对对，近一点，对。扎西啊，看着扎西，看着这儿，头埋一点，扎西埋一点，哎，对对对，不是，你要对着这边，好好好。哎，光着。我这个扇子在扎起头这样子，头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正一点，哦，对，这样子，正一点，对对对，哦，好一样，啊，好，我们好好照几张，好的，好，谢谢，对，照完了我发给那个哈，所有的发给你，好，哦，你拍的吗？我拍了，拍了，拍了，那就可以，拍了，拍了，可以，我刚刚没拍，老大一点还拍一个。我都给发给那个， okay. 发给那个队长，队长，我给你的那个，你给我发一下，我们俩有微信啊，我们俩有微信的哈，啊，微信的，哎，回去一会儿你给我发一个，就是要照片。酒吧那边他们早就给他跳了，他们谈这些的，不是别人送的，他别人送的他的，我把那个东西放到车上去。大家在跳那边吗？他们应该在去那边去了吧？哦，对对，下广场。我觉得好不太爽。捡回呀，捡回，下次非常好。每天那个捡有半小时的回，并且效果，并且，像老虎那种捡了那么多斤了。真的是爽，我捡了一些。像我以后。